七十二候，冬至三候，初候，秋饮节。秋饮阴虚阳身，寒极之时，仍在土地中蜷缩着身体，脚相结如绳。次候，米角解。冬至一阳生，属阴的水则受靡，感阴气渐退而退落鹿角。末后，水全动，阳气出生，冰雪下的阳气慢慢复苏，山中的泉水开始缓缓流动。日角出天，一线长，飞花缭乱，压微阳。